主题式商厦最大的优势就是定位够晒清晰，可以网罗翻目标的客户，令物业身价进一步提升，所以向来都是投资者挚爱的选择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优质物业是位于弥敦道749A号的爱都婚纱中心，一听个名字就知道主打结婚行业的主题式商业大厦。物业楼高15层，地下同阁楼是商铺，1楼至13楼是写字楼单位，采用独立冷气，一梯一火，每层有2个洗手间。最大的亮点就是物业现在的出租率超过90%，准备长线收租的你是时候出手了。爱都婚纱中心食正地理优势，坐落在太子弥敦道大街，旁边就是太子站，多条巴士小巴路线，路路皆通，还要在正结婚行业的大本营金都商场旁边。咁多实客在附近，你的租客就唔忧冇生意啦。物业向弥敦道的外墙亦可以做埋广告位。拥有全栋物业的好处是，你可以随时因应市场状况和需求，改造成其他主题式的大厦，例如有教育、美容和医疗行业等等。在弥敦道港铁站旁拥有一栋全栋主题式的商厦，绝对是可遇不可求。想了解多啲，即刻打俾我哋中原工商铺啦。